确是前三宝的。你又开始过敏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一来这儿我就过敏啊？姚天晓，哎，陆队，我正要过去找你呢。结果怎么样？墙上总共有两块血迹，其中一块经过鉴定是死者张涵的，另外一块呢？另一块在监狱管理局那边找到了匹配的样本，确认是秦三宝的。干得漂亮！藏。怕我下毒害你啊？没胃口。老头，你准备把自己饿死是吧？哎呀，能让我消停一点。骆警官，川不在了。这次还是来找你的，还是上回那个案子。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你的血迹。